咁中國建材又有人問3323啊，Creamy 嚟嘅，佢問可唔可以追入咧？中建材就同啱啱搭水即海洛水泥個即情況都差唔多啦，即成個行業近期咧就唔係話算特別 sharp， 但係比起舊年第三季嗰段又要限產啊，咁又要停電嚟講就好得多啦，同埋都可能憧憬住嚟緊樓市個鬆綁，啲發展商開始加大翻嗰個起樓嘅步伐咧，就應該最差嗰段時間係過咗去。但是由於可能去到一個淡季啊，即係雨水比較多的季節咧，會有啲影響啊，所以我覺得佢個股價暫時嚟講，跌又唔會話跌得太多嘅但你話要升咧，我覺得都仲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所以如果你話呢啲股份你有貨喺手揸住咧，可以持有住先嘅